我们用气垫导轨来测加速度。数字计时器我们选在功能三档，测出感光片经过第一个光电门的用的时间和第二个光电门用的时间以及两个光电门之间的时间。好，我们看一下第一个是。我们测出来第一个时间01，第一个时间是33毫秒，第二个时间是23毫秒，第三个时间是580毫秒，也就是 0.33 啊 0.033 33毫秒23毫秒 0.023 580毫秒 0.58。好，我们测出第一个速度是 0.6 米每秒，经过第二个光电门的速度是 0.8 米每秒，然后加速度是 0.45 米每秒。好，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